在这个实验中，你将会探究淀粉酶对淀粉进行的化学消化。老师会向每组提供淀粉琼脂平板，两片圆形滤纸小块，以及两个分别盛有淀粉酶溶液和蒸馏水的烧杯。用铅笔标示圆形滤纸小块 A 和 B， 用镊子将滤纸小块 A 浸在淀粉酶溶液中，而滤纸小块 B 就浸在蒸馏水中。用镊子将圆形滤纸小块放在淀粉琼脂平板上，确保滤纸小块之间有足够的空间。盖上淀粉琼脂平板，将它放入摄氏30度的恒温箱内30分钟。用镊子移除平板上的圆形滤纸小块。用碘液浸泡平板约15秒。然后用清水轻轻地冲走碘液，将淀粉琼脂平板放在白色背景下观察，检视被滤纸覆盖的琼脂颜色。被滤纸小块 A 覆盖的区域维持奶黄色，这显示这个区域没有淀粉存在。这是因为滤纸小块 A 内的淀粉酶将淀粉琼脂平板内的淀粉分解，而被滤纸小块 B 覆盖的区域呈蓝黑色，咁显示呢个区域有淀粉存在。咁系因为滤纸小块 B 内冇淀粉酶将淀粉分解。